见。啊，转去照镜，莫含面。水仙，啊你是袂忝哦？啊你着规去予服务平处理干见面，毋着好啊？袂用个啦，你无看到伊个表情有偌恐怖？服务平若出去哦，绝对扣伊拆车落百个啦。我的水啦。我给搞砸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外面哪安尼大细声？我是因去报道啦，冥界时代上缘投的宝藏。你敢知第三名是啥？是咱面部客栈的无名。有文化的村的少年，一见无名心如痴，满怀柔情伊爱伊。哎呦，逐天送礼写情诗。头家啊，迄个小宝实在够大面神的，你甲处理一下啦。是要处理啥？啊，你唔惊影响咱客栈的生意哦？咱应该是都要好好想看卖啊，你安怎利用这来创造更大的利益？